我刚陈如第一点报告的，这个是引发国人的关切，造成军誉的受损，这个我就特别强调，这跟案情的发展跟调查的内容没有关系。我纯粹为了，因为我是这个基地的指挥官，我为这个基地负全责，进而造成这个社会舆论的沸沸扬扬，造成我们军誉的受损，甚至于我们全基地的官兵都受到些许的影响。我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自我惩处的建议。